谈高球轶事，品快乐人生，这里是五花八门高尔夫。那么好，我是刘国梁。PGA 锦标赛昨天打完了，本来我也是想去看，不巧了，出了点差，车在路上被人家追尾了，就没去成，就在家里看，也没有全看，但是还挺好玩的。比赛的过程咱就不说了。比赛里边大家可能会发现了，这个 PGA 锦标赛没有业余的嘛，都是职业。为什么叫 professional 嘛，就是 PGA of America， 这是他们这个协会组织的。你会发现有人都几十个是你以前在这个 PGA Tour 这个美巡赛上看不见的人。这个人哪来的？今天就跟你说说这些人。这有20个每年会参加这个 PGA 锦标赛，这20个人呢是这个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每年呢他有他自己组织的比赛。这些人是干什么呢？说的简单点，就相当于职业教练。他们并不是巡回赛的选手，他们是职业，但是不是像 Tiger Woods 啊、McIlroy 啊这些以打球挣奖金为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协会呢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一个职业高尔夫的行业协会，一共有28000多个人。PGA of America， 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，这个是区别于你看到的电视上天天打比赛的这些 PGA Tour 两码的事。当然很多年前他们是一家，后来这些打球的电视啊、奖金啊，他们要分开，一到75年就正式了，两个就分了家了。那么这个大赛 PGA 锦标赛就是这个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举办的。因为是人家的比赛嘛，所以呢他每年他们就自己要搞一个锦标赛，叫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的锦标赛。打到最后全国总决赛，有20个人会获得参加这个大赛的机会。今年的20个人是哪些人？咱们看看这个名单啊。咱们打球的不管新的老的啊，有的时候说啊，这个人是职业啊，那个人是什么 PGA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职业有两种，一种通俗一点就是说是职业教练，管球场的啦，总经理啦，啊，教球的啦，不管他有多厉害，他也是职业，以这个高尔夫为生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 tour player， 巡回赛的职业，美巡赛最顶级的，欧巡赛、中巡赛，那么中国也有。这些人是以打球挣奖金为生的，不是以教球为生的。当然，有的人介于两者之间也有的啊。那么这个20个人就是今年的，他们美国人有一个叫法叫 Team 20。每年的20个人，那当然打到最后20名，他除了参加这个 PGA 锦标赛，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了，可以参加什么 Corn Ferry Tour 的比赛啦，第一名还可以参加几站美巡赛的比赛了，奖金也有，但是不是很多。每年的这个职业总决赛60-70万了，今年的第一名有6万块钱奖金，当然了，你 make cut 肯定都有啊，最后一名就是8-900块钱，有年轻的，有老的。那今年这个20个人呢，有8个人是以前也参加过这个比赛，说明是老枪了，还有12个人是第一次参加。打得最好的打多少杆？+7，大家知道进极限+4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20个人没有一个晋级的，并列第二的2个又多3杆，就+10。所以这个职业教练跟他们的真家伙整体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但是他这个比赛呢，也给这个打得最好的职业教练也设一个小小的奖，就像业余比赛的球员哪怕不晋级也是打得最好的，他们这个也有。这个最好的这个 Matt， 他是原来 Tiger Woods 他们家在佛罗里达叫 Iworth 一个球场的总教头。第二就是今年他们这个职业教练这个锦标赛里面的第一名，他打了+10，其中有一个第二的呢，最低的一轮在这个职业教练里面打了71杆+1。不要说他们，这个球场又难，这次是吧，大赛的压力也不一样。世界第一 Shuffler 球场也很熟悉啊，市场的试了63杆，2天1打回家了，还有 好多大牌都回家了。这次 PGA 锦标赛吧，让人最记得住是什么？ McIlroy 第一轮打-5，第二天第三天又打了个洗烂，第四天都已经没有机会夺冠了，哎，他又打挺好。 Bubba Watson 人家还生病，那忧郁症啊什么，打了63杆单轮最低的，平了这个记录。只有2个人打过在这个球场，一个是 Tiger Woods 07年，还有一个叫 Raymond Floyd 1982年在这里打过，一位老先生也拿过大师赛的冠军。但是人家这个两个63杆以后，2个人都最终夺冠了。很可惜 Bubba Watson 后面2天又没怎么打好，他已经很不错了，打了前10。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智利这小伙子了，一路领先，担心到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动还是把球打下水了，一看动作变形了，就是压力。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比赛吧，如果你参加过正规比赛，这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的，回头看看才知道自己是压力。在看球的人，这很容易啊，这点评啊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哎呀，
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有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法控制。他的心理素质也很好，一号木都稳得要命，每次都放球到，哎，就到最后一栋第一杆，那么就是上帝的这个没有给他开路嘛，可能还要等一会儿。我记得最多最能记得住的，那倒不是这小伙子，就是 Justin Thomas 打了个 shank 拿冠军。这不是说我马后炮了，我想可能不会有什么机会，但是如果有机会，也就是他，哎，如果前面的人全部掉链子啊，确实就掉链子，但是他打了个 shank， 哇，还能把最后一推给推进去，这叫什么？太戏剧性了，谁也想不到，对不对？这高尔夫真的是太难，打起来比你在下面看，比你在旁边点评啊，说这个说那个要难得多。只要有一样不对，你就会打不好。你要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，才算打好。你想夺冠，还得有上帝的拣选。五花八门高尔夫，我是刘国梁，咱们下回再说。